个放射线，现在也都不用，几乎都用的很有限的 ，OK。然后是这样子 ，as proper treatment， 就是对这个癌症的很适当的。那这是1938年我还没出生，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听说什么放疗、化疗这些的 ，OK。然后同时呢，那次对不起，而且这个呢。有些那个时候，他说这个那个重点啊，而且这个是 American Society of Control Cancer， 这两个都是这个 Society 这个的海报。OK， 那时候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早期诊断，早期的治疗。那现在呢，癌症分成三阶段来这个来打这个仗。这三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叫 Primary Prevention， 就是要讲究预防的，从前不可以想象说。癌症还可以预防的，所以根本不讲究预防的，所以就是直接讲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你才有活命的机会。OK， 那现在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叫 secondary prevention， 预防是 primary， 就是第一线，就是第二线的，而且现在还有个第三线。第三线是什么呢？就是 invasive cancer， 就是你得了癌症，你也不一定会马上死掉，你说不定还死于别的病，但是你那个癌症病存，所以叫初始。三层的看有多进步，他比我癌症，他都活得比我长。所以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属于 primary prevention， 就是你怎么样预防。但是今天要讲的呢，也是属于这个 tertiary， 就是第三道。OK， 中间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我你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分享，所以今天要讲的是怎么预防。同时呢，这个原则也 apply 在说你已经有了癌症，你怎么来拖延战术，让你的生活品质变好？所以是 primary 跟tertiary， 所以是跟1938年是完全不同的事件。OK， 那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炎症，跟你的心理那个身体里面怎么样，让我火不要起得太大，或者是灭火。OK， 好，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要聊什么叫发炎？那你外面有细菌或者有东西戳破以后，我们怎么样？身体它发红发肿，就是发炎。但是呢，发炎能够这样，就是因为身体有免疫系统，就把那个细菌杀掉、吃掉，可能。所以呢，是一个很有用的武器，保护我们的。OK， 但是下面来讲，这个。发炎，如果长期有发炎，另外一面呢，它是产生癌症最主要的原因。OK， 这个。癌症很多原因，换句话说，这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一边呢，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它可以处理很好的事情，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不然的话，没有这个免疫系统，没有这个炎症的话呢，我们可能婴儿期根本活不了几个月。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是说，那个你让它火跳的太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其他的毛病。那癌症是中间的一个很大的，那个它是跟癌症有很大的这个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拿捏的恰到好处。OK， 我们来看 ，OK， 什么叫发炎？你受伤了 ？OK， 就是刚才讲过是两面的，一个是伤口的愈合或者是细菌的消灭，一个是变成了癌症。或其他的问题，当然我们平时可以放心保护我们，对不对？这是你的。OK， 你们看看，给你看一个正常的，很重要的，你们就要看。你们看到红红的什么没有？当然汗毛是竖起来的，但是那个皮表皮在上面有红红的，红的跟那个蓝的，看到最下面的红的蓝的是什么？啊？血管是动脉、静脉、微血管。OK， 这整个的这个都是皮的，我们的皮。表皮的，然后下面整个的都是从皮下有微血管，这个观念很重要。OK， 它是我们的第一层的。我们用皮肤来讲，你比较可以了解，皮肤是我们第一线防御嘛。但是这个同样的原理，也应用在，比方说我们的肺，肺里面的那个支气管外面的最表层的皮，也等于是肺里面的皮嘛。我们的肠胃里面也有皮嘛，内皮嘛，这个都是同样的原理。但是我们要用皮肤来跟你讲，你比较可以看得见。OK， 都是同样的。
原则。OK， 你看这皮肤，当你外面的东西进来了 ，OK， 那里面的免疫系统的细胞就产生很多东西，就作为来保护你。你看到那个图的下面啊，给你看到有白浮过来一点点，两个颜色都有。比方说有白血球啊，有大实细胞啊，有淋巴球啊，都让你看见。而且你看那个绿绿的，就是上面的那一行的。你看那个我们的表皮细胞是非常整齐的，这样排列起来的。OK， 所以当你这个受伤的时候啊，然后呢，整个的免疫系统就会被发动。OK， 那同样的，比方说你的那个支气管。你的气管里面的那个内壁也是一样的嘛 ？OK， 当你抽烟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或者当你吸入那个细菌，比方说肺炎啊，或者这个病毒的时候，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也是一样发动同样的免疫啊。OK， 你现在就可以了解了。会打动你这边。你可以做。我做做一些，可能比较好一点。我怕我们烧坏。所以呢，这个看，开始有东西进来，它就来保护你 ，OK。然后呢，等到这个消灭了，然后就换句话说，那个另外有一个，我们叫它叫做这个胜利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分很多种的，今天没时间讲那么详细 ，OK。它就回到大本营，说好了，我们做完成的 P 派下一批的人来吧。那下一批的人就是愈合的那一批的工人就会来了 ，OK。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发炎的现象太久，叫慢性发炎的时候 ，OK， 那这个时候就会身体就会刺激这个其他的细胞 ，OK， 然后呢，癌慢性的发炎是癌症最重要的原因，嘛，因为癌症不是传染，要自己的。产生的是我们最大的。那当然，那个原因很多哈。换句话说，举个例子，抽烟，你如果偶尔的，比方说抽一次、两次 ，OK， 你的免疫细胞去把它解决掉了。可是你一天到晚抽烟，长期的抽烟 ，OK， 那你超过它的负荷，它就会癌变，就是这个意思，就会癌变。因为有的时候它把它里面它就有走样了，它的基因啊或者其他各种原因就走样了。所以很多所谓的类风湿关节炎啊这些癌症，或者是有增加癌症的机会。OK， 那么你看，正常的皮肤，当受到侵害的时候，它是癌；但是皮肤上慢慢变成癌的时候，它就不对。那这个图让你一个对照对比是什么？你看正常的上皮细胞 ，OK， 然后正常的发炎作用 ，OK， 是保护的，这是我们原先这个免疫系统的它的主要的功能。可是当你这个让它很热烈的发炎，或者是说长期的慢性的发炎，它就会造成这个细胞就会突变，突变以后就变成癌细胞了。那这个癌细胞很狡猾的，它可以利用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免疫系统不是会愈合吗？愈合就需要血管嘛，对不对？哎，它就把你的信号偷来，就好像那个 computer 有 hacker，OK，进去把你的自己的东西偷来，然后来打你自己 ，OK， 它就把它偷来了。偷来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制造心血管。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身体的那个跟那个它这个偷来的不一样，我们身体它会自动会停下来。比方说你划了一刀，你伤口愈合，它就停下来了，它会继续再长。可是他偷来，他把我们偷去了以后呢，他就一直不停地用，就让他一直长一直长。那所以呢，就会长更多的血管，更多的那个恶性肿瘤。这个环境叫什么呢？就是肿瘤的微环境 （microenvironment）。因为肿瘤需要营养，所以肿瘤很狡猾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用某种药物呢，后来有抗药性，也是这个原因。他就学会了啊，原来是这样子 ，OK， 那就好像病毒一样的。Antivirus， 哦，你有这样的 Antivirus， 我可以再做一个新的 virus，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一天到晚去清理它。所以呢，这个许多的肿瘤都是从炎症开始，可能这样的感染或者慢性的刺激，然后持久的，可能这个就产生
肿瘤然后传染。对，给你一个举例子，感染，比方说你们都知道子宫颈癌，现在几乎都看不见了，就是因为我们对应的子宫颈癌，造成子宫颈癌的病毒现在控制的越来越好，卫生环境越来越好，同时能早期诊断，能够开始，所以现在几乎都看不见了，这是一个例子，感染。还有比方说慢性刺激，我刚刚说的抽烟就是一个慢性刺激，还有比方说炎症的部位，比方说你们看到癌是这种脏的时候 ，OK， 所以你的肠胃呢就常常就容易上火。我用这个简单的讲，就是会 inflammation， 对不对？那所以呢就会容易怎么样得这个肠炎、结肠癌 ，OK， 就是给你们几个例子。所以呢，对应是说所谓的发炎哈，是就是它这个肿瘤造成肿瘤这个会生长的这种微小细菌 ，microenvironment。改变人生，走这个新。
然后你就用一些现在的药物啊，就是说一方面你让它这个火降下来，那个不会那么快，同时那些新的药物就是利用，所以我们有抗炎可以预防癌症，同时呢利用对炎症反应的理解和认识，发展癌症治疗的新方法，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那这个呢是将近200年以前，也最开始他把癌症和发炎连在一起。哦，他是一个德国的这个医生，他是人类学家、病理学家、史前学家、生物学家，也是作家、编辑，也是政客。OK， 那么他是第一个开始。同时呢，一定要这个医生说，你不但是要看这个肿瘤的外表，你还在显微下研究这些癌细胞。那同时呢，他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这个对手，意思就是他反对达尔文进化论，因为他在细胞上，我们刚刚讲那些怎么去达尔文进化论搭不上药嘛，所以就是让你们大概晓得一下。对，所以我们在讲一种平常很多人都有这个报告，就在代谢症候群，就是对糖的处理。适合身体，和身体有很大的关系。对，你们从前常常听到这个名字嘛，叫做代谢综合症，就是 metabolic syndrome， 对不对 ？OK， 那现在呢更进一步了 ，OK， 现在呢就是说，就发现 metabolic syndrome 实际上是因为发炎而引起的 ，OK， 那么所以呢，这个两个名词就常常有一点混合在用的 ，OK， 等一下会让你再看它，详细的再会讲。那么我们现在要给你看的是最新的医学，他研究了116篇的文献研究报告，这是真正的研究报告，100全球的 ，OK， 包括有30篇是从亚洲来的，67个欧洲来的，美国17个 ，OK， 一共116个，然后呢有将近40000个人，有多少个男的？18000，对，18000，有多少？有20000，这么多的，然后他拿来分析 ，OK， 拿来分析，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他分析的结果。哇，你们看到没有？这个竖的这条红线哈，这是看男士，竖的这条红线的最下面是什么？是烟基，多少？1.0 ，OK， 低于1.0的就是比一般人的癌症风险要少，高于1.0。要大，就是这个意思 ，OK。所以你看，有多少的是高于1.0的？我已经给你画了一个横的红线了，有多少的？你们数得出来吗？啊，有几个癌？啊，对，800，太多了，你们数，我以为很容易数啊，有800。那中间有几个？你看，有肝癌、结肠癌，你看肝癌1.43。要多43%，因为是1.43，就是这个意思。那又再不讲，结肠癌、胰肠癌、直肠癌、色素腺癌，还有膀胱癌啊这些哈。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再看女的 ，OK， 就是包括你看有多少，更多了，有几个？有几个？啊？有的，对。有的，中间有一个是属于我的，有两个是属于我的，一个是卵巢癌 ，OK， 你看是1.26，一个是乳腺癌1.14，那最多的是子宫内膜癌，事实上你看到1.61啊，1.61很厉害的，就是你如果常常的这个慢性的上火，你比别人得子宫内膜癌的机会要多60%以上，就是这个意思 ，OK， 然后子宫内膜癌是停经以后女性的第一大癌。第一大癌，然后你看还有乳腺癌啊，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肝癌啊、直肠癌这些啊，就让你大概看一下，就是这意思 ，OK？ 好，在上面。那肝癌在男人里面非常多，特别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有肝炎 ，OK？ 现在是湿性肝炎，就吃东西啊。以前最早是B型肝炎来的呢，就是母亲喂小孩
老睡了喂小孩，然后母亲有传染小孩，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哎，所以刚刚有讲过，那个上火发炎的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病毒的侵入，对不对 ？OK， 所以有肝炎的人容易有，但是你看这一张图的意思，有肝癌的意思就是说，把它把所有这么多篇的文章，从2008年一直到2012年的这么多篇，你看有多少个 cases？ 33+74+18+82+195，通通加起来 ，OK， 然后呢，把它总合起来，我们看，如果你是一直慢性发炎、长期发炎的 ，OK， 有这个代谢症候群的 ，OK， 它的合起来的比例是多少？平均起来是1.43，100%就是整个合起来，这些研究报告全部合起来，统计起来算的1.43，就是说你有炎症、长期的炎症或代谢症候群的话，你比别人 OK。多43%，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感染很多。说到台湾去，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哇，你如果要学怎么治疗感染，就去台湾好，因为这边 case 比较多，在美国看的比较少。哎，就是刚刚因为陈医师讲的这个原因。那么下面就是结肠癌、直肠癌在美国很多，这也是一个研究。对，你看最下面哈，它整个合起来这么多篇的这个研究 ，OK， 这么多篇，每一个都是。这个研究报告通通合起来，它的这个比例是1.25，就是说你如果常常发炎上火，你的肠子里面，你比别人多直肠结肠癌的机会是多了25%，这很厉害的 ，OK。对，女的。呀，女的更厉害了，也是结肠直肠癌啊，多34%，1.34，看到没有？你能看到下面？右下角给你红线画起来，是1.34。然后呢，这个乳腺癌最长的是1.1年，1.1年也有我们年轻的，但是最长的是1.1年。OK， 停经以后的你看啊，多少？1.56，就是56%的，是我刚刚讲的。那所以就是说，女性的第一大，你记得发炎上火最上面的那个1.56，就是这个子宫的对不起啊，是吧？那我刚刚讲错了，是指这个 endometrium， 但是乳腺刚刚讲的是1.1多，你们看觉得好像很少，可是这个你如果把这个停经以后的拿起来，就变很多了。你们记得我刚刚给你看的是1.1多，就15%，你说哇，那么不多嘛？这个 endometrium 怎么才很多嘛？可是你现在看，如果你把这个45岁以后、50岁以后的妇女单独来看这个的话，就很高了，是1.56 ，OK。其实我刚刚讲的子宫内膜癌很厉害，1.61，我刚刚讲的1.61很厉害 ，OK。所以你如果是超过45岁，在座很多人超过45岁，对不对 ？OK， 你如果是妇女哇，你这个得癌的机会很大，如果你不好好控制。身体里面有火的话，所以你阴道出血，马上停经。两个月，对，阴道出血，你停经了吗？本来是可以代谢的，马上停经。对，一脏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也是中国人的，虽然是不是常见，但是它很难治疗，因为它什么？发现的时候没有症状。发现的话，那举一个例子啊，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乳腺癌？对不起，胰脏癌、胰脏癌的，就是喝酒的。为什么喝酒的人呢？就是因为他那个胰脏会常常就是会发炎。OK， 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啊，但是喝酒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那胰脏癌呢，这个很不容易早期发现，然后现在的治疗的也很不好。如果早期你可以开刀的话，那个刀也是很大的，如果不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很有创伤的刀。这个呢，我们就讲发炎跟我们的人生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关系。我说那一般你看看，你像我刚刚讲老胖不要容易发炎，对，肥胖，我们这里没有人肥胖，但是。要得你公你的肚子，中国的肥胖肝就是你知道吗 ？OK， 我叫它叫深藏不露的油，叫 visceral fat。油有两种，
肪，我叫它叫蜂窝肉，那种皮下脂肪。那一个是呢，就是 visceral fat， 东方的比较多 visceral， 内里面的板油了，板油。你看它长长时间。跟我们什么对他的实质，我们大学没有他实质，然后糖尿病、心脏病、癌症、骨质疏松、关节炎、代谢症，你全部都有，我就知道你还要什么，所有的病。Okay. 所以你仔细的看这一个啊、哦，这个炎症在中间嘛 ，inflammation， 你往上看白白的，白白的你小时候火不那么大 ，OK， 很正常的，是属于这个抵御传染性肺炎和损伤。这是这个免疫系统发炎它主要的功能嘛，所以我们用蓝的很酷很酷，这是很正常的很酷。OK， 可是你看左边，你如果一天到晚吃某些饮食很难的，比方说一天到晚喝糖水，然后呢，刚刚我讲的常常生气，或者是很容易焦虑、情绪低潮，或者是常常吃薯条，常常吃红肉，举个例子 ，OK， 就是某些饮食和养分，还有呢你的体重超过标准 ，OK， 还有呢就是说。你的血糖比较高 ，OK， 在美国的血糖比较高是一个很严重的例子 ，OK， 都会让你的促进发炎，就是 pro， OK， 你们记得刚刚看的一个图，中间那个 abundant 很多太多发炎了，那所以呢，就是会变成怎么样呢？就会有下面你看到的这些症状 ，OK， 这些症状就长时间的轻度的发炎，就会有下面轻度的症状，包括失智症、糖尿病、心脏疾病、癌症。骨质疏松、关节炎，还有很重要的右边，你看代谢综合症，所以差不多所有慢性的病都跟发炎有关。对，其他你还是对。然后刚刚你看的那些报告，它就是用的代谢综合症。你看有那么，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会出癌的，就是那些哈、哦，还有很重要的，你看那个老化跟发炎的关系，发炎会让你老化的快，这就是为什么你心情很愉快的时候，你越来越年轻。OK， 那你。心情很低潮，一天到晚那个压力很大，火里面的火很旺，就很容易老。那越旺呢，就越情绪不好，越生气就越气，越气就越老得快。OK， 比方说抽烟也是一样，抽烟比方说就会让你促炎，对不对？然后就让你老，你就更抽，更抽就更老，就是恶性循环，就是这个例子。而且你看这个胰岛素抵抗性也是双向的，你看到没有？你那个发炎会让你的血糖比较高 ，OK， 那血糖高就会让你更上火，所以也是双向的恶性循环。所以这张图很有意思的，我们等一下还会回来再看。这就表示我们吃东西下去，对不对？当然就变成热量，也运动了运动 ，OK， 但是呢，下边就是刚刚讲的代谢症候群现象，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我们这边就是他描写。这个是啊，就比方说1988年，我们看这个观念怎么演变。一开始我们跟你讲过癌症治疗怎么演变，对不对？啊，现在给你看这个代谢症候群的这个观念怎么在演变。在1988年，就是80年的时代，那时候呢就想说，哇，这个人有糖尿病，那开始慢慢一天到晚打胰岛素嘛。我就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学的 ，OK， 用久了以后就会对胰岛素会有抵抗力，就好像抗药性，就会有抗药性。那所以呢，就会有其他的症状都会出来。这是，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叫 Syndrome X， 就是对它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叫 Syndrome X， 啊，未知数的症候群。然后到了这个后来呢，慢慢观念就改了 ，Current，OK，、okay, 事实上现在更 Current， 这个是 Current， 现在我等一下给你看更 Current。现在的观念后来就演变成，哦，原来不是因为对胰岛素有抵抗抗药性，原来是因为体重太重。OK， 我们这边说肥胖，事实上就是表，就是说体重过重一点。OK， 那也不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老重，摸摸肚子，对，里面的内在深藏肚的油。OK， 原来是因为那个油太多了，所以才会对胰岛素抵抗有抗体。你不一定要是糖尿病的人都有这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fat cell 那个肥油脂油细胞会让你的那个新陈代谢会改变，所以呢你就变成你身体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就磷光了，所以血糖就会升高，这就成为糖尿病。所以在美国成为糖尿病现在是变成流行病，流行病就是说人数太多了。OK，
特别吃亚洲人、中国人，还有这种，因为我们以前吃的很好，后来越吃越好，中国越来越有钱，啊，还有日本。OK， 那现在是更 current， 这是 Cornell University 要用我们的，然后我把它 transfer 的这个中文来讲，我刚刚讲过，现在是更新的观念了，就是说不但是刚刚讲的 ，OK， 不但是因为体重过重，根本体重过重的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搞了半天原来是跟发炎有关，然后会影响你的免疫系统，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病出来，所以从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医学一直在进步。什么叫代谢症候群的风险？你看他把一个大苹果放在肚子上，肚子里面的油最重要。OK， 这是最重要的。OK， 现在美国人做衣服很觉得，每个人越来越像苹果型的。就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裤裆哈越来越低，但后来低到我还是不行，结果现在低到，因为你做太低的时候，你裤子就挂不住了嘛，对吧？很多人他就会往那掉，所以他就变成前面挖下来一点。你没有注意到没有？你把裤子拿起来，从前裤子你挂在衣架上是平的，对不对？现在变成是这样子的，前面就挖下去，有点像我们孕妇的时候穿的衣服。对，到很高了。
后或者你已经有病了，他可以查出是哪种病。那 PCR 应该怎么什么指数下算比较稳？三点？对，应该是最好，像我们是在这边。不知道，但是说0.8或1.0的话，也算正常。都是高的。都是高的。对，你希望一个风险都没有。啊。对，一个风险都没有。对，应该是标准应该是低于多少？嗯、就是几乎没有，就是你刚刚看到的最左边的，因为你看有零，你看有到这个零点五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个风险了，对不对？那你现在懂了吧？就是换句话说，你身体里面是应该是有一点点很少很少的化验，应该没有什么严的。OK， 那举个例子哈，那现在考你看你有没有听懂哈？我们你在做放疗的时候，你在做化疗的时候，如果你有癌症，你如果去查化验指数会高还是会低？高，会高。哇，你们都很聪明的，都听懂了，就是因为身体发炎，那个发炎是必须的，就是因为对那个反应，所以有糖尿病的人，他们在治疗期间，我们都要特别量他的血糖，因为他的血糖有时候会很高。哇，你们都很聪明，是容易放心的，你们都听懂了。所以你看，看没，这几个现象，第一个，快点就高，这要不要是快点就高，第二个就让我们带着中风，然后呢？然后就是糖尿病，就是这些增加，然后这些增加了，结果呢，心脏病的几率就增加，心脏病。所以当我得了癌症，卵巢癌的时候，我记得刚刚开始，那医生就赶快看我还没有别的病，有没有什么代谢症候群，就发现我什么病都没有。OK， 哇，他就很放心。为什么他给我化疗的时候，给我这些的时候就很放心？为什么呢？如果我本来发炎指数就很高，那他再继续给化疗，或者高到我的身体就不能承受了吗？所以常常就是说有这些问题的人，他的化疗，后来他们就发现，那个医生就发现说，哇，有这些问题的人，他们常常得不到标准治疗，就是因为标准治疗的副作用太高。所以后来现在最新的就是鼓励医生，你尽量的治，然后那个副作用呢，再用别的方法再去抑制。比方说血糖高上去了，你用降血糖的药再去降血糖，但是还是给他标准药，但是很难啦。你如果有心血管的话，真的很难。所以你先慢慢就懂了哈，对，我会快通。然后呢，他们就跟踪，是啊，越有带这个权的人，越没有的，跟踪他们在这个心脏。跟踪了几年，看看他们懂，跟踪了几年。算你。对，所以这是很正确的。对，你就发现有代谢症候群的人，他的心脏病的问题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他的标识。对，而且这一篇啊，这是很重要的杂志，这是《加码》，下面你看到《加码》，2002年就出来了。OK， 那个时候我跟你们讲了嘛，那时候大家了解的就是代谢症候群，现在了解就是炎症。OK， 所以那是为什么呢？他们用的蓝光纤维。你看那是《加码》，下面你看《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是美国医师学会的，他们都是有就是说 original paper， 就是最。就是说，原始的这个研究都是在那边才会公布出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OK， 这个 mortality rate 你看到没有？3.55，很高的，比别人一般人要多3.55倍。OK， 好。所以所谓的代谢症候群，除了看，心脏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个大脑问题。来怎么样？听不清老师。哦。我这样，我在我的听不听见？听见了。声音。他的声音本来就比较大。多少？多了多少？多多少？15岁。
23、24，你的23，23%，24%。换句话说，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有这个。一般来说，每四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所以在座有多少人？何况你们的年纪都都比我20岁大，这个更高了。我们才三个一个。对。OK， 所以你们先分辨这个炎症对身体的影响，正面反面都是治疗者的。哎，可以给你们 ready to talk， so this is the solution。那消炎，第一个减轻压力。这个是我得了卵巢癌以后第一个要学的，我反省以后第一个学的是要减轻压力。因为压力会产生的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它会有各式各样化验的形态，大家懂吗 ？OK， 让你最容易了解好了。你在考试之前，你肚子会不会饿？啊，不太会饿吧，对不对？或你紧张的时候会忘了吃饭，会吧，对不对？而且紧张的时候觉都睡不着，对不对？啊，为什么？当你紧张的时候，你什么东西会升高？血液里的什么东西会升高？啊，不但如此，有一个东西会让你肚子不饿，就是血糖嘛。那你本来的你的引诱啊，是为了保护你，就是在原始时代嘛，你要打猎的时候，你当然你需要力气啊，对不对？要需要糖分嘛，所以血糖会高。但是现在文明人呢，不是一天到晚为了打猎升高，而是一天到晚慢性的发炎，所以天天都在血糖升高，天天都在紧张，所以血糖就会高。血糖高的时候是怎么样？你记不记得会造成什么？炎症。我们记不记得双向的炎症就会让你血糖更高，血糖更高就会造成炎症。今天我跟你们讲是双向的，如果你忘记了，人家还会再看 ，OK？ 会都让你再看两次，因为那个很重要。你看他这边怎么刷脸，怎么轻松 ，OK？ 你可以深呼吸，坐下来，慢慢深呼吸 ，OK？ 这是，然后呢，打坐或者祷告 ，OK？ OK， 那深呼吸啊，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教人家深，你说你自己深呼吸哦，很难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大家现在学的一起做，你就看着你的手，慢慢的吸气，看着你的手，然后慢慢的吐气。吐的时候要像捞一个手，像吹哨子一样吐，这样的废气才会出得来，而且要很慢。你这样用手做一个好处，第一，你就不会骗你自己说，哎呀，我在生气。第二呢，你就说会转移注意力。比方说，他让我很生气的时候 ，OK， 我不看他，我看我的手。OK， 这样上去，这样下来 ，OK，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慢慢气就消了 ，OK。那他呢？他不用这个方法，他有个更好的方法。他每次等我的时候啊，他就炎症指数会很高，血糖很高。另外呢，如果洗热水澡，也是能够让你消炎。但是不要在床上帮你洗，会让你睡不着觉。这样。下面就讲，如果有压力的时候呢，深呼吸，叫这个 energy， 容易，甚至会启动很快的。如果是你已经有风，你已经会启动很快的心脏就厉害。你看，同等。将近大的时候，给它增加，而且更大，更强，更多，更大，更强。下面我们再看，那么最重要的这个压力经过大脑，大脑就让你分泌各式各样的化学物质，就经过交感。交感神经这个分泌的 ，OK， 然后呢，副交感神经呢，它
然后呢，你这个肠胃呢是受副交感神经，所以当你很紧张的时候，一天到晚压力很高的时候，你的大便会怎么样？你就会便秘，会比较便秘。OK， 那你记得，那肠胃就会更上火了，因为你肺部都排掉了。OK， 所以你现在慢慢，你就越听会越融会贯通了，对不对？跟你身体整个的运作都比较好。OK， 这就了解了，还有这个神经是大脑。OK， 那个 cortisol 哈，就是那个 stress hormone 啊，就是分泌这个 stress hormone， 一路下来，最终的结果就是 cortisol， cortisol 就会让你血糖升高啊，会有甚至让你骨质疏松的。OK， 那个就是有比方说有心血管的人啊，或者是有这个癌症，我们在做化疗的时候会用很多的这种steroid， 就是属于 cortisol， 所以我们的骨质都会比较疏松，所以治疗完了以后再重新要把我们的骨头要再重建起来。就是给你们一些例子，所以你们记得刚刚讲到发炎的时候会对骨头怎么样？有一个骨质疏松，你们还记得吧？对，并不是所有的压力。这是陈医师最喜欢讲的，但是主动压力，为什么呢？他很每天都压力，所以他常常的主动压力后面就我的被动压力。被动压力降低，你正好相反 ，OK， 开始被动压力 ，OK， 比如说你坐在那边看一个群体环境，你就是做什么看，这是被动压力 ，OK， 或者呢，王林在骂我，你坐在那边听，他不会这样做 ，OK， 有的时候是这样，压力是很有主观的，所以现在给你们讲一下，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我不想怕的。都是觉得就是说我好像是一个影子一样的，然后呢就 perceive 自己是一个受气包 ，OK，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感 ，OK， 那么后来慢慢的就有个观念的突破，就说哦，从前就怪他，我不快乐的话就觉得是他让我不快乐。那是40年以前啊，40年。
看到这个，这个，这个，啊，然后呢，被动的就是这样，就要看一个很可怕的、很恶心的一些外科的，给我们恶心的被动的症状，然后分。所谓恶心的意思就是说弥漫血淋淋的、开胸了啊，这种就是血淋淋的，然后就这样看。现在这种免疫很容易测的，在口水里面就可以测得出来。然后呢，在测它的免疫的系统是不是完全？如果是主动的免疫系统增强，被动的免疫系统就是弱，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主动。那怎么测呢？我们讲免疫系统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因为今天不是专门讲免疫系统啊，我们有讲很多免疫的，但是不是今天没有讲啊？就是说，免疫细胞有一种活单活，叫做自然的杀伤性的细胞，叫 natural killer cell， 是淋巴球的中间一种。那么它就让你这个就是用你的这个唾液就可以检验的出来，让你每天先想几件三件快乐的事，然后过了一段时候，你就量你的唾液，它让呢跟那个控制组来，你就会发现每天想快乐三件事的人，过一段时间以后，它的 natural killer cell 就比较多。换句话说，对疾病的抗力比较强。换句话说，你看这个细胞也是可以杀死自己的癌细胞。OK， 就是这样，用强化来说。所以这就是被动压力，对，正式考验。哎，然后呢，主动压力，你看打电话到这边做一个主动，什么工作什么样的主动。OK， 对于但是对于有些人讲，工作是压力很大的，是被动，因为他不喜欢他的工作。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两个很不一样。我用主动压力、被动压力的时候，用人际关系来解释，对不对？你看陈医师的话呢，他就喜欢用工作，给你看的图都是跟工作有关系。工作对他来讲，哇塞，他是主动的压力，他很喜欢工作，是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对吧？你只要喜欢就好，对。OK， 然后再看这个要怎么样能够减轻压力，怎么样控制它。OK， 那当然你第一要了解。你的环境，什么事情让你压力避免它？啊，对，要特别要知道什么让你压力啊处理，然后就是做运动什么的，是吧？然后我们来讲饮食，很重要，不要抽烟。OK， 这就是。那么你说那有些这个压力的是我没有办法避免吧？的确是，如果我觉得陈医师是我的压力的话，那我怎么避免？我又不要跟他离婚，那怎么办呢？对不对？给你举一个例子 ，OK？ 我中间慢慢就发现说，哦，原来是他讲某一些话的时候，哇，我的心里的压力就起来了。比方说，他记不得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哇，特别是在众人面前，特别不会的，no， 他绝对不记得的，他真的不记得，没有的，记得吗？我记得。Manage 这个
你学会了这一招，你工作的地方都很对，然后你自己要有个安定的心态，下力就是最好的方法。然后想要做运动，运动的这些。因为我刚刚讲过，这个运动的时候，让你的这个脑神经的细胞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会让你比较有毅力，比较可以，就是说你情绪低潮的时候，运动也会快乐起来。这就是跟运动员到后来过了头了，就会打架了。这个是太多的多巴胺，但是适当的多巴胺是很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抗拒打游戏也是很好的。我在医院里面工作，对，他有时候让我很不高兴，知道怎么样？医院走一圈，医院大。然后他要出去走一圈的时候，我经过我的办公室门口，我一看他去走一圈了啊，我知道了，我要反省一下。OK， 还有这个 family friend support， 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你们在座就给了我们很多的 support， 对不对？对。
这很我以前以为只是心脏病啊这些中风有关系，现在还是一样。刚刚你记得没有那个越多的 fat cell 哈，那个啊 from adipose tissue 就是肥的那个肌的那个组织的话，那个你那个 inflammation 就是发炎的指数会更高。对，啊，这是从你能做，受伤男人也是一样，就是他的实验从你能做，你看。他这个肥胖那方面的人，他是从内蒙来的部队，这样。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数据？我刚刚一开始给你看的，那个有新代谢症候群的急性肝的人多多少，一点多少，六几倍，一点六几，最高最低一大风险就是子宫内膜癌。没错，我们要控制度比较大。第二呢，叫锻炼和运动。现在讲第三个，我们一共讲六个了，第三个叫。对，长时间运动就能够降低你的发炎，各式各样的随便一些。我就是在医院走，然后礼拜天你到我们站了三六，放牧走两天就够了。OK，stay，所以现在他讲 stay active 就是这个 exercise 变 active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刚刚讲过，运动可以让你这个快乐的荷尔蒙更多，对不对？然后就会让你的这个火就会降下来，比较凉，心里也比较凉。同时，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全身啊、当你用这个葡萄糖啊，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啊的时候啊、都是需要胰岛素，不然它就没有办法运动。但是只有一个地方它不需要胰岛素，就是肌肉，看你全身有多少肌肉。所以糖尿病的人，他如果用胰岛素，那注射胰岛素嘛。OK， 如果他一开始运动，他所需要注射的胰岛素就会减少，然后血糖就会降。这就是为什么，那你叫血糖高、慢性的高，你不要变成糖尿病，你叫血糖慢性的高一点的话，都是上火嘛，对不对？都是 inflammation。所以呢，你如果让你的这个血糖要变低、变成正常的话呢，就是常常运动。常常运动的话，那个糖就会用掉，用掉的话，你的那个发炎指数就会低。对，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外面走，天气热没办法。对，因为在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在这个医院里面，都是要走来走去的。但是，一发现，在周末，我们两个，比方说一天到晚都在做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坐在一个电脑前面就不动。这就是现在的工业的，我们都在做低头族。你们知道什么叫低头族吗？低头族 ，OK。那所以呢，就要特别的记得办公都比较起来一下，然后甚至是说，我们要特别开到后就想走一圈，要走得很快的。它虽然不但是防癌，如果已经有癌的人运动，它的这个活得更长，而且复发就会减少。所以它是很重要的，特别像这个营养方面的关注。你们记不记得我刚刚早先给你们看一个图，它有三个路线，对不对？然后最右边就是新的方法，就是用那个 interferon， 对不对？那个免疫疗法，对不对？那用一种特别的免疫的跟外来注射进去 ，OK， 或刺激你的。那你更好的就是你自己去制造嘛，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啊这些，它就会让你的那些免疫细胞需要的就会更多，然后就会把你的癌细胞治理掉。实际上运动好处太多了，不但是减体重，不但是免疫，让我比较快乐，真的是这样，连动都好，什么都好。然后呢，他特别讲。癌症，如果你常常运动的人，癌症就会降低。你看这个癌，这个乳癌的哈，那两边不同的报告，有一个报告是降低差不多30%，超过30%，运动的复发率是降，比他们还有一个是将近50%，反正就是说相当死的那种结果 ，OK。特别讲一看，如果你运动多的男的减少了50%死于男人之间，女的 ，OK， 然后整个死亡率也降低。就是你不是 most fit， 就算你是 moderate fit， OK， 都会降低了38%。就我们需要每天差不多快走30分钟，20到40分钟，我们这样30分钟。那么，然后另外，它这边也一样，结果都是一样，很重要。同样，这个
越活动越多的人，哎，这个死亡的人数不减少，你看这个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很快的，让你看这个，然后戒烟量是什么？明白。如果我们大家整个的社会全部戒烟的话，马上那个肺癌就少了百分之多。对。肺癌是绝大多数是从抽烟来的，是过去抽烟或者二手烟，或者是说现在戒烟，但是过去抽烟。多半是跟控制有关系。现在咱们大家喝酒只有放起来。以前有一阵子，就是几个月以前，就是说你喝一点点红酒，可能对你心脏好。现在完全不了。对，绝对不了。因为他买什么就会怎么样。绝对的少。买什么就完全不了。对，从前旁边那个人在说，你喝多了酒，你喝不来的，你不知道，不喝酒。而是里面的那个葡萄糖的那个红，对，所以你就是吃葡萄嘛，像我们每天都吃葡萄，对吧？里面有逆转醇 ，OK， 那会的对这个会消灭癌细胞的很多很多好处。今天没有时间讲 ，OK？ 还有充足的睡眠，睡眠很重要啊，让我大脑更聪明，因为你没说我白天都已经重新记忆，整理一下就是睡眠。他这里是说睡眠越多发炎剂量越少，但是要不能过多。但是有一篇报告刚刚出来，我今天可能会把它报出来。如果你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多于10小时都短命，所以不要睡太长，不要睡太多，最好的话7小时。六七小时，对的。然后就是，这就是了解睡眠啊，你一直在里面，就是发明。再就是刚刚陈医师讲的一样，就是太少的、太缺乏睡眠，或者是 short 或者 long sleep duration， 都会 increase， 都会增加这些风险。对 ，OK。那么，考虑心脏病的机会、癌症的机会、糖尿病的机会、肥胖的机会。就是你如果睡得太多，就表示你不动嘛，一天到晚就是睡懒觉嘛，就是不动，就是会这个问题。你睡得太少的话，你的免疫就是说你有机会操作的这个问题。因为你适当你过上光颜色的网站，我们有讲过睡眠的 ，OK 那个你可以去看，就是在电视台讲过，然后晚上那个光颜色晚上会有免疫力嘛。但是很简单说一下，睡眠哈有分成几级，那个深睡期就是你睡得最深沉的那一段时候。是你对你免疫最重要的时候，然后第五期呢是你对你大脑的恢复最重要的时候，然后你就醒来了。所以你有很好的睡眠的时候，你身体强壮，脑筋又清楚。像我们去讲这个第四期免疫，因为今天是讲的这个发炎嘛，为什么会有帮助 ？OK， 因为在你睡觉的时候，你这个免疫细胞啊，免疫细胞有两个，就是两种兵，一种兵是第一线打仗的 ，OK， 叫做这个像 natural cell 第一线打仗的。第二种兵是你身体要去制造的，要总动员的。你想第一种兵，第一种兵就是白天要出来要打仗，晚上的时候呢，它是贴着血管壁睡觉，它是贴着血管壁睡觉。OK， 所以呢，你如果去量一个睡眠很充足的人 ，OK， 你晚上量他的时候，他的血液里面反而很少，那就特别少。你会觉得哇，他睡眠的人比那个熬夜的人还要少，不是的，因为他去睡觉了。贴在血管壁上，等到白天你醒来的时候，哇，他马上就醒了，就在血管里很充分，这是第一点。第二，我现在不是讲健康面谈哦，这是有科学的研究。他有一个讲，你去看我们一个讲录，上面就有讲，那个，然后第二呢，就是说那种放长线的那种免疫的兵，那个呢，它是要各种特种兵哈，在晚上的时候从骨髓里面，骨髓制造免疫细胞嘛，但是都是没有完全成熟的细胞。在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从那里面就放出来，然后到身体各个淋巴结呀、还有比方说胸腺啊，去做特种兵，去成熟 ，OK。然后你白天的时候才可以发生作用，对不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又再回床，去
去重新再整顿。OK， 所以你看我们的免疫系统多奇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德国的科学家、那个病理学家，他会反对达尔文，因为这是进化论怎么进化的来的。OK， 你如果懂得科学的话 ，OK， 那么所以这就是睡眠对免疫有这么重要的关系。OK。在这边那个就讲了啊，睡得不够的人，在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放松一下，进行操作。我们还可以讲半个钟头嘛，对不对？这个是描写这个基因 ，OK， 就看这个如果睡眠不足，对我们身体的对基因的反应，基因是非常重要的。对，睡眠。TSD 就是 sleep deprivation， 就是缺乏睡眠。TSD 就是 target， 所以你这是 baseline 控制组，跟那个缺乏睡眠的人比 ，OK？ 那么就是你缺乏睡眠对你的基因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吃饮食。OK， 现在就是下面麦克风我们要讲的。OK， 就是第六，我们讲过第一怎么要降低压力，对不对？第二什么要运动，对不对？还有第三什么锻炼，啊运动，然后第四什么戒烟，充足的睡眠，然后运动什么瘦身，对，控制腰围，然后第六现在就是饮食。要就是说抗发炎的饮食，最主要的就是地中海食物，包括橄榄油和坚果，让你有概念，然后下面慢慢的讲。现在这个有一篇 ，OK， 这有一篇很重要的，你看这是姜啊 ，General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就是美国医师学会的这个最原始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出来，这是2004年，就是10年以前了，所以地中海食物这个是，但是我们要把它详细的讲，你听一下。就是说他研究的就是说这个180个人，这些人都有两个包一心肿，就是都有这个就是所谓发炎 ，OK， 都有这个这些5个当中的这些某一些症状，至少有3个症状的这些人，男的99个，女的81个，然后呢，他跟踪他们2年，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实验组，看有一个这个对照组。然后呢，他是因为为了要实验正确，所以他是用这个随机分组，换句话说是抽签的 ，OK。但是 single blind 的意思就是说 ，double blind 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你吃一个实验的抗致癌的药，你是在实验组或在控制组，你自己不知道，跟医生也不晓得，只有这个药剂师知道。这个叫 double blind， 就是双盲，单盲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你不知道你会被分到哪一组，但是你当你分到那一组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一定要知道嘛，因为我要给你地中海食物吃嘛，就叫单盲，所以这是单盲当中随机分组的，所以你不晓得分到，所以这个很公平嘛。这个的话，年龄啊、性别啊什么都不是因素的，因为它是用这个随机分组的。然后呢，一个叫他吃这个地中海食物，然后一个叫他这个平常的健康食品，它不是乱吃的，要吃健康食品，然后就来补充一般人的健康食品。跟专门吃地中海食物的，地中海食物不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特征的。刚刚就是，第一个你要吃谷类，第二是奶米 ，OK， 不老师。全谷类啊。然后水果、蔬菜这种，知道。还有坚果很多。还有橄榄油。橄榄油。OK， 然后每边都是90个人，然后跟踪他2年。他们发现 ，OK。这个是他们每天的摄取量。运动什么不常做，当然就是吃这些健康的。健康的对，然后呀，然后呢，你看它的结果，2年以后的结果。Okay， 如果你吃，照它地中海饮食吃法来，体重下降更多 ，OK， 就是油变少。很重要就是怎么样，里面的这个抗炎的化学物。因为发炎的指数降低，又高了，CRP 今天正常吃的多少几乎没有，对不对？0.1啊什么的，对，所以然后呢，这个胰岛素的
就糖尿病就会减少，我们脑部很敏锐，那么然后呢，然后另外一组呢就完全没有症状。对，还有就是说那个 MPM function score 就是内皮功能评分，这个内皮功能就是比方说你的这个血管内会有没有发炎，就是血管内壁这个，那个它也是这样被检验出来的，然后也有改善 ，OK， 所以这些就是它的好处，这样就是发现这两种血样不同。然后呢，还有不但如此，他还发现啊，就是说对照组啊，比那个肝炎组，肝炎组是地中海的，他们比较坚持吃那个健康食品，然后呢，对照组呢，就是说比较后来就比较不会，所以你知道，你看两年后再访问，在肝炎组有40%还在吃啊，就是说仍然有代谢症候群，但是呢，对照组是78%，换句话说，有那个代谢症候群的人呢。很多就变好了，知道吧？原来都是90%嘛，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吃健康食品，从90%都变成78%。但是如果你是吃地中海的90%变，就是说有几乎有一半，那个代谢症候群都没有。现在知道这意思吗？心脏血管的病几乎也减少了。就是我们转来结果，我们来看哪些食物。OK，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比地中海食物更高级的。就是包括的地中海食物的 ，OK， 因为地中海食物就是10年以前的，而且所谓地中海食物是根据当地的人的吃法，因为他发现他们比较少生病。可是呢，现在科学更多出来了，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等一些的资料，所以这个是整个我们知道地中海就是抗炎的癌症食品的实践，就是这样。一个。OK， 你们认不认得这个？现在先不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比这个。哇，你们都很聪明。OK， 好，等一下再讲。第一个要多吃鱼，要吃油，所以鱼上的脂肪好，要留着吃。肥肉方面比较，然后怎么样 ？OK， 换句话说，你们去买那个大的，那个鱼很多油很多的，我是叫它皮不要切掉的。然后因为那个皮跟那个肉中间它很。油的，你到底洗那个大，那个中文叫什么？那个白色的肉。白色的。那个就是很贵，比较贵一点的白的那个鱼啊，对呀，鳕鱼，对对对，鳕鱼。OK， 那个，你如果在水里面洗，都会泡一层油的。所以像中国人吃法，就是那个皮的一起在扣的时候一起扣，美国人他就把你。把你片掉，我都叫他不要片掉，我拿回家去我一起吃。鱼的油非常好。OK， 现在就是讲嘛。OK， 我看你看到最下面了。OK， 最下面黄色的地方。OK， Omega 6就是你普通的植物油。Omega 3鱼里面的。看到最上面 Omega 3，看到没有？那个要过。别的油不要，当然饱和油更好，但是就是你普通的植物油，但是最好还是鱼油，那个三，还有亚麻籽粉的油，亚麻籽粉，对吧？然后呢，它但是呢，吃鱼呢本来是很有营养的东西，但是你拿去炸，拿去这个加工了这些东西，那就失掉它的营养价值了。OK。所以你怎么样扣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那个 omega 6会上火的，所以你如果在加工食品里，他们常常喜欢用 omega 6，就比较脆。OK，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如果吃这个鱼油，我们讲一下吃鱼油好不好？就说你如果吞药会好一点。OK， 以前我都说鱼油好，但是最近报告出来，吃鱼油太多，每天吃鱼油的男的怎么样？社会性感都这样，还有就是说哈，这个鱼油它有点像这个 non-steroid， 就是说像你吃那个 ibuprofen 一样，它会让你的血液凝固，会比较稀嘛。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减少心脏血管的疾病。可是你如果吃太多的话，就吃过了，反而会容易的，就是像我就不能够，我的鱼油我绝对不能够吞鱼油丸的，我如果吞鱼油丸，因为我做了化疗啊。比如说或者是对，所以你如果吃鱼油啊，现在
有的时候都一起相互作用的。比方说，你过去吃了抗菌毒素，安奈瓜子一袋是鱼油，有的时候吃过。我鱼油一礼拜一颗。啊、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讲对，所以应该补充一下，有时候多做化疗的话，这个刺激要因为啊，对我的血小板就会，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更细，我的血小板本来就不同，虽然现在恢复正常，但是不是很高。嗯、对，它会让我刺激没有，但刺激没有关系。哦，没关系，没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我就是讲，我现在讲吃补，吃天然食物都没有问题，吃补东西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你现在就讲让它吃糖养的，你算不算？我去特别研究一下 ，OK， 因为现在这个池塘的鱼越来越多，它的不同在哪里啊？就是池塘的鱼啊，你看它那个红色不是天然来的，你们看这个深海鱼的红色是天然的，因为那个鱼它吃的那个食物天然食物没有关系，所以它们因为它们不一样，就变颜色了，那都是天然的，所以它产生的营养很丰富。可是池塘养的鱼，它要速成吧，它给它养的包括人。它的颜色是这样子来的，那所以呢，像那个剖腹的你去买的时候呢，它本来它好像只有两三家它愿意卖，因为它也很小心，因为剖腹的 suppose 卖一个健康食品，它现在好像要增加五家还是怎么样，都是要特别去定的，所以你去剖腹的买，可能买到的那个池塘里至少还有一点保证，说没有抗生素啊，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天然鱼跟那个池塘鱼的不同在这里。那至于油的话，你看这个就是不是天然的，所以它不是那么红，但它有很多白白的。这个就是池塘养的，所以让你看那个不同在哪里。那所以它的油就是比较多，但是就是因为它特别贵，它让它多一点食物。你现在知道这些都不同的，所以你要可以吃天然，你就吃天然，因为天然的油本来就很多。可是呢，你又天然会担心污染。一般来说，这么多年来，这个专家的建议都是一个礼拜不要吃差不多超过三次的那个鱼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海鱼有很大问题，他们在深海得到北极海鱼，它水银，他会标说这个是深海鱼还是这个是池塘养的，但是一般来说像你刚刚看的这个样子有点白纹的，颜色比较淡一点的，但是还是挺红的，一般是池塘养的，对，然后也比较很红的，然后没有像这样纹路的，就是多半是深海鱼，但它一定会标价的，而且那个比较贵，对。虾也很多人养怎么办啊？虾也很多人养虾，对，做虾的研究比较少，鱼好研究。对，虾子是不一样，消费。一般来说哈，它都是应该会标的是池塘养的，或者是说它应该好的那个店，它都会标出的。最好是多吃一点，不要吃。容易敏感，再讲消费是容易敏感的话，是消费是容易敏感，所以我不会吃消费，特别我做化疗的时候。因为我不要我的免疫系统就污染掉，所以我就不碰消费食，像虾呀、螃蟹、龙虾都是属于消费食，要把它有壳的鱼不是，鱼不算 ，OK。因为里面有很多人说，五谷杂粮，少吃白米饭，少吃白面包，有各式各样的颜色，OK。但它作为它的纤维哈，我们现在说的纤维不是像芹菜什么一根一根的那样的纤维，我们说的纤维是水溶性的纤维，就是会黏糊糊的那样的水溶性的纤维。OK。那么它会降低这个死敏啊，OK， 降低这个发炎指数，血氧的话，那这个是我2013年美国哈佛大学他研究，他就发现了，哇，他说有些食物号称全谷。但是你要仔细看标签，因为全谷的它不容易卖，所以它叫口感要好，所以它号称全谷，它里面加了糖。那他说我也不骗你啊，我标签实际上告诉你，因为很多人他看大字哦 ，whole grain， 他就不看小字 ，OK， 就像你买巧克力一样，巧克力有袋儿，看布袋儿的布袋儿是比较外糖度比较
合其反，对不对？所以你要去买天然的，它就是不做。对不起，刚刚你说那个音乐房要怎么做？我看到有水煮很好，烤的也可以吗 ？OK， 就是你如果插火棒就好。是不要黑。黑的对，不要黑的对，是吧？黑的没意思。你如果插火棒的时候，就用你皮的那一面，那你皮就把它去掉了，反正油也出来了，那也是没有问题。一般用烤箱是可以的。OK， 就是不能够把它烤的这个焦。要烤焦。要烤焦。我在餐馆吃的时候，你看，然后没有焦的。对，还有呢，我的话多半就是水煮或者 steam 蒸的，蒸都很方便的，都也都很好吃的。对，这个就是深绿色的各式各样的蔬菜，就讲到了非常。对，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种抗油的，就是可以杀这个杀癌细胞的抗油的这些杀菌，然后就是植化叶菜，还有很多的植化物。OK， 那这些植化物哈。举一个这个生活上生活的一个例子啊，总是有的时候红肉不好，就是偶尔想吃吃吧。那如果真的吃一吃的话，你就放在 broccoli 里面，多吃一点 broccoli， 你就可以把那个致癌物挡，它可以 block 那个致癌物，可以 block 它，同时咸味也会让它裹住它，让它消化掉。OK， 这样的话，你有的时候偶尔可以调剂一下。坚果，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坚果都非常好。但是不要有糖，不要有盐。对，我们都吃生的。没有，都是非常。OK， 花生不算坚果，但是花生也有营养。那花生不能够吃全生的，因为它有其他的问题。对，我们现在讲的是坚果的样子。对，现在烤过的。那坚果，我平常完全不吃了。蔬菜水果，坚果是食肉，说它的蛋白质啊，它的这些。油啊什么就够了 ，OK。然后周末啊，等一下我们忘记了。大豆很好，但是也是要小心。他们现在的大豆，有的时候在长大都会加东西。我简单的啊，现在像清真改造过的，它到底对健康有没有影响？现在没有长期的资料或很好的论文出来。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常常一出来的就是吓死人的，对不对？就好像那个骨质疏松，那个妇女多少年一直都在停经以后都一定要吃这个药，那吃了多少年之后，因为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结果突然间一研究出来，不得了，所有的医生全部发现给他的病人，医生啊发现给他的病人，你赶快回诊，赶快停吃你的这个补充剂 ，OK，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改造，特别是大豆哈，它有改造基因，为什么要改造基因？它要大量生产，同时它要减少病虫害，它为了减少病虫。不知道的话呢，最好不要碰。所以就买 not genetically altered 那个那个 altered。那这个基因改造基因的。对，所有就是改造基因的需要去碰。也是也是。很好的问题，对。你看这个，它大豆里面或者豆腐各这样的消化完是非常好。isophilic 哦，很有营养的。非常好。还有里面有植物性的雌激素。都是消炎。我听说啊。我所有的女性器官都没了，对不对？就是你看，就是卵巢癌，然后又是乳腺的，所以我全部都没了。可是我没有吃任何的这个荷尔蒙的，我完全就是靠植物的。那么那个大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但是有一个更多的就是亚麻籽粉，比它多多了。所以亚麻籽粉比它更多的问题，这植物籽一定要放到冰箱去。OK， 所以呢，我都这个天。这个天然的红宝石，这个也是化疗方面。亚麻籽粉我平常放在 freezer 里，要吃的吧？对，我的皮肤啊什么的，也都还可以见得了。所以我的骨子也都还好，就是都是吃健康。
因为他们一般的癌症都是先天的，所以说你是天然的食品都没有问题，不要食品同意，像这些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专家什么都是没有问题。而且现在看医生他都规定你一定要告诉他你是用的什么东西，一定要告诉他，对吧？现在变成政府规定的，那你不告诉他是什么东西？还有注意啊，下面避免吃太多的加工啊，比较小心一点。所谓加工的是指豆腐啊，还是豆腐？不是豆腐、豆干普通正常的大小，嗯，它还是上面有这个仪器，它什么加工？对，你举个例子，你啊那个那个什么叫那种啊黄日什么，就蜜饯那个地方很多那种卖那种豆干，那叫啥？那叫什么？黄日香还是？呀，那个太不营养了，它是号称虽然是这个豆腐的一个。伤害身体的，里面有很多添加剂。但是你如果是买那个豆腐干，你要很小心。像我买豆腐干的时候，我一定要买，他说是没有加防腐剂。OK， 因为它有时候它坏掉了，在架子上他们加防腐剂，然后没有基因改造，你就要专门要买一样，会也会这样多少。我就是专门买一个没有基因改造、没有加防腐剂、完全天然的，我才会买。
绝对不是无机的，啊、对不起，要吃 organic 的，绝对不吃平常的，因为有雌激素啊，有其他的正常激素，而且呢，绝对要吃 low fat， 又要超过 1%， OK， low fat， OK， 然后它就有很多其他的。那买多少 low fat 是你买 2% 加另外一 zero 的，对，把控在。还有就是酸奶里面有益生菌、蜂蜜啊 ，OK， 那减少我肠里面的很多东西 ，OK， 那现在都我们比较快一点了 ，OK。辣椒，辣椒，这个我也不习惯，不能吃辣椒。如果不伤你胃的话，可以。OK， 是这样的，你会觉得它辣，但是它的本身是需要油的。可是你们看最下面，最下面，你如果有类风湿性的。那个是一种 autoimmune disease， 我现在不是说的普通的关节炎，是类风湿关节 rheumatoid arthritis， 这个很厉害的，那是 autoimmune disease。那么呢，你吃辣椒的话，它会让你更厉害，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一般来说，但是呢，那个辣味是有的人是胃受不了，像我的话吃辣的话，我很喜欢吃辣，一点点辣没问题。但是如果很辣的话，就是说胃会受不了的话，那你就吃那个甜椒。就是不辣的那种叫甜椒的颜色，颜色对，对它里面的那个颜色啊、哦，嗯，也是啊，我颜色是咖啡，对是咖啡，不喜欢吃。然后就是番茄，番茄，那它就是这个吗？而且番茄呢，一定要煮过的，那个辣椒素才会被吸收，所以番茄酱属于处理过，我跟它煮过的。番茄酱是花生。那番茄如果常吃，吸收不好。吸收不好，吸收不好，对。特别是它是降低这个肺的脂，看全身的油啊，对肺啊什么都很好，因为它是 OK。还有呢，就是甜菜，甜菜是对，甜菜是现在很被宣传的一个菜，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它不但是抗癌，它抗癌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啊，那个。然后里面有一个很丰富的甜菜色素，那个很红的，像我如果切甜菜的时候，我要戴个手套，不然的话搞在手上的时候很久会熏掉。然后 OK， 那但是现在很容易，你可以买到这个甜菜的 juice， 可是 juice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里面没有纤维，所以你外面的如果喝很多的话，会有糖分比较高。OK， 那么它可以预防癌症，又可以这个预防心脏病，它不但是消毒。硝酸盐 ，OK， 那个你知道台湾有什么救星啊？那个就是硝酸盐 ，nitroglycerin，OK，、okay? 它是nitro 是 nitro，OK，、okay? 它是从这个就是天然的 nitro， 所以它会造它会有内分泌的一些血管。可是呢，你会问说，那王领导，你不是说要吃花生米粒有硝吗？那个是硝酸钠，所以是硝酸就是硝酸。这个是天然的硝酸盐，就是硝酸钠，就是那个腌肉的那个硝酸钠。OK， 这个甜菜哈，像我们的话呢，是叶子，那个跟都吃的叶子的话，我们可以快炒，其实它都可以，非常有营养，不要的不要。OK， 像吃叉一样，但是它叉子比较软一点，就比较硬。它根呢？就是说是我们是生吃的，打在其他的是在别的里面，只是点全。对 ，blender 不需要很多，这样我不会去买它那个本身包装好里面用的，因为它那个是有时间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去买，就是少放一点点，不要吃那么多东西，这个不需要很多的，对。增加非常好，对吧？两种姜都好，因为最重要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姜，那儿我都通普通的中国人的生姜里面有十二，但现在是说两种姜，生姜和姜哈，一个是控制姜 ，OK， 一个是普通的那种精神。那印度姜啊，你看这边哈 ，OK， 他说嘛，里面说有调节你身体的那种蛋白质，它会把它给处理掉。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就是普通话，当你有个感染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会制造一种蛋白质，不是你吃进去的蛋白质，是你免疫系统制造的。它的功用是什么呢？是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包装一下，所以你的其他的免疫细胞会认得它，然后就把它
渴望，或者是说 A 型也是一个嘛，这个产品出现就越来越不凝光了，最后呢不融化了，不融化又变成什么？就变成淀粉，叫做淀粉样淀，然后就沉淀在你的身体里，累积在你的血管壁上，甚至在你的脑神经的外面，脑神经细胞上，那就会跟老人失智症有关系的。那这个他这边的意思就是 marriage，有很多的研究报告说它可以关闭，意思就是把它这个把它消除掉，把它吞噬掉，那就不会让你这样的淀粉量变，就是这个意思。OK。我每天都吃，怎么吃？一茶匙就够了。一茶匙就够了。对，但是呢，一定要有油。OK， 不然它会吸收不够。刚刚一直讲说，这个吃那个鲑鱼，那个肉啊，要看起来有那个什么橘红色那个颜色啊，这才是天然的。其实现在养殖技术啊，只要你养殖到最后要送出去之前的两个月，你在这个鱼的饲料里面把它加红萝卜素进去，两个月它出去就。我刚刚有讲，它的问题就是它是人工的红萝卜素，所以呢，它跟天然的不一样。对，所以你在这个超市啊买那个，你不能够只看那个颜色，你要看它的标签。标签对。那个标签要看哪一家公司，它里面公信度，有的。都是欺骗的。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风险它还是比较有主管意识，比较有主管意识。所以你讲的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它卖它是用人工的，但它不管怎么样，它都没有办法像这个海洋里冲出来的那么好，因为它那个是吃的，那个海洋的问题它是吃消毒，它是天然的那个。你讲的非常正确，非常谢谢。所以就是说那个池塘养殖的这样的例子，那个绝对它。人工的，不是天然的，是那个人工的蘑菇，是人工的蘑菇。OK。大蒜。对，它里面有天然的抗发炎的，有点像是阿米多的那种。原来我们讲的是菜吗？是extraverde。它里面有一种化合物啊，这化合物人就写在那里，它就有一点抗发炎，就好像你在吃阿胶素一样，但是是天然的。OK， 那么它的这个也就是那个化合物有用。那像我的话呢，比如说我如果说遇到这一天我没有机会把它放在菜里面的话，我会用一条河就吃一条河，就把它当了好像生蚝的食物，就那么就像一条河就吃它。对，像我今天早上就吃了，就是蘸面包啊。但是如果我说你有机会吃，我回家就吃一早，一边吃两口。不要买 Q 版，不要买 Q 版，不要买 Q 版。
绿茶是抗癌的，红茶是对心脏血管的好，所以绿茶红茶是好的。早非常的黑的是吧，你叫进来86%都是口水，不然你就知道太多了，白糖太多，那就得反效果。 OK， 这里面也讲到要戒烟啊，跟谁如果亲朋好友里面认识人里面有抽烟的，那个我也想。
到时候